大家好，这里是新墨西哥州的这个城市，还是比较好看。它是在几条河上面，所以这边的建筑还是让人比较赏心悦目。这是在建筑和楼之间。这个城市是被美国评为15个最宜居的城市之一，所以还是比较有特色。这还有这个圣诞老人装扮，这个左边是有这种建筑。DBVA， 今天是今天是圣诞节，圣诞节是放假，所以是没有人呢，没有几个人，人相对少一点。他这边有一个大的教堂，我们现在是来扫一下。右转。我们就在他的城市，这是downtown了。大家是等于25度。幼儿园，一个黑狗，这种两层的小楼，上面还有阁楼了。新墨西哥州的一些建筑。左转。这边在downtown。这右边也是有这种无家可归的人员的。Welcome to downtown， 这是来到downtown。不少了呢。这边是这小教堂，左转 ，Old Town New Town。
一个回环的道，回环的。这边是比较有特色的，看一看。这是这个漂亮的教堂了。正在